因为我确实饿了，没体力。大老远过来，你昨天晚上一顿面都不给我安排。不是大姐，你还吃呢？你看你都胖成啥样，你多。최근여성의사회적진출이늘어나면서전통적으로남자의영역이었던분야에도전하는여자들이많은데요축구나격투같은유명스포츠도그중한가지입니다세계적인스포츠인축구에서는남녀리그가엄연히독립되어있어서성대결을벌이는경우는쉽게찾아보기힘들지만미국의여성축구스타였던메건라피노는여자운동선수들도남자만큼높은급여를받을가치가있다며남녀의동일임금을주장했고여자운동선수를더존중해달라고목소리를높인일화로전세계적인주목을받았던선수인데요하지만정작미국여자축구국가대표팀이 FC 댈러스남자중등부유소년팀에게대패하며비웃음을사기도했습니다중국에서도이러한여성의한계를깨려고노력하는여자가있는데요바로중국여성경호원출신 SNS 스타장메일리입니다중국에서이미꽤나유명한장메일리는일반인남성이나중국전통무술가들을직접섭외하여대결을펼치며승리를통해인기를얻었는데요저희채널에서는중국군인무당파와장메일리대결을소개해드린바있습니다오늘은장메일리팬이라고밝힌중국일반인남성을섭외하여대결하게되는데요총두차례에걸친대결을펼쳤습니다먼저두사람의첫번째대결보겠습니다你组合拳得出频率高他的组合拳也差不多你连着样来哎最后十秒来准备小伙子你是不是练过你是不是练过啊你练过你大说什么司机又这个那的你练过没练过几天就是两下子不打我不打走了明天我再约他你约个屁赶紧买票回去还在这这么扯什么犊子真不行我明天干你赶紧走그동안많은일반인남성과의대결에서승리했던장메일리였지만이번에만난남성팬에게무차별폭행당했고그가일반인이아닌격투기를배웠다고의심하기도했는데요패배하여매니저에게혼쭐이난장미일리는어제패배에대해이렇게언급했습니다因为我确实饿了没体力再加上我到了地又下雨地滑我连技术力量啥都没用出来第三我以为就是简单切磋一下玩真的来真的他真打我真不服
高低今天我再约他出来打一场。昨天他打了一场，一分钟不到，他已经喘息的不行了。你没看见他的体力吗？那视频你没看吗？看了。他不行，他体力跟不上，他不经常训练。你看，就是只是你天天训练，你怕什么呀？跟他搂满三回合。장메일리는매니저에게혼나며어제의패배를분석했고배가너무고팠던것을가장큰패배의원흉으로꼽았는데요쉬쇼동에게패배한중국영춘권6단무술가를생각나게하는변명이었습니다또한장메일리는배고픔이외에도대결장소의날씨가비가오며좋지않았고상대는대결에너무진지했다는이상한변명도덧붙였는데요동시에그에게재도전할것을예고했고그남성팬을다시찾아갔습니다没完了呗，张美丽。不是，小猪，我不是说你哈、啊，你就这长沙人就这个待客之道吗？我大老远过来，你昨天晚上一顿面都不给我安排。不是大姐，你还吃呢？你看你都胖成啥样？你多吓人啊！你谁还没点事呢？这跟长沙人有什么关系？不是，我跟你说，你这种人你就活该单身，一辈子单身。放心，大姐，我单身我也不招你这样的。그를찾아가재대결을신청한장메일리는대결전국수도한끼사주지않았다며노천곽이될것이라고남성팬을비난했는데요하지만남성에게너희뚱뚱한몸을보라며카운터를세게얻어맞은장메일리는곧바로그와대결을시작했습니다이전의패배를만회하기위해초반부터의욕적으로공격한장메일리였는데요하지만제대로걸린남성팬의카운터한방에드러누워버렸고더이상경기할의사를보이지못하며패배하였습니다당연하게승리를자신했던일반인남성과의대결패배로충격에휩싸인장메일리인데요과연이번패배의아픔을이겨내고다시왕성하게활동할수있을까요그녀의행보를기대해보겠습니다지금까지수석보좌관이었습니다감사합니다